哎，老板，老板，老板，你可算来了！你办公室有个女的等你俩小时了。那正好，你跟我一块进去。不是我去干啥呀？你再不进去，你男朋友就被人抢走了。啊？啥意思啊？里边这女的是我爸给我介绍的相亲对象。啊？啊？能不能搅黄就看你的了。还有这事儿？敢跟我抢男朋友？去去去去！你就是江叔叔的儿子呀？对对对，你本人比照片还帅呢。谢谢谢谢。你这位是？啊，这是我的私人助理。啊，那个美女，你好，咱们就长话短说吧啊。你这个身高有1.7米吗？没有呀。啊，那我们老板1.86米呢。那你是独生子女吗？嗯，对，这个是。啊，那不好意思啊，我们老板想找一个有兄弟姐妹的女朋友，是吧？人多热闹。那你收入怎么样呀？收入，哎，江总，到底是咱俩相亲呢，还是？啊，美女啊，你有孩子吗？没有呀。巧了，正好，我有六个，我有六个，有人，三个男孩，三个女孩。你要是不介意的话，我们俩出去看看。那个。江叔来之前没跟我说这事儿，你看那个什么，我有点事儿，我先走了哈，你们先忙。老板，你这行啊你，一招见血给人吓跑了，但是就是骗人不太好啊。什么骗人？我骗啥了？我说的实话呀。不是你那个那个，我心脏不太好，你让我缓缓。你，我资助了六个孩子，都是上学，没问题。你是不是有病？你我让你吓死了！我心里从哪来六个孩子呢？上学不算。我大喘气，烦死了。